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感谢朋友们收看由福安坦阳功夫红茶独家冠名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做精彩表演的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唱名家、影视名家、相声演员还有主持人，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一一出场。某个字的有有有也人开门的牛头嘴两人起某人家欢，呀嘿嘿那呀嘿嘿那呀呀嘿，那个那嘿咦咦，康威家山呀，开口之间欢迎君，你是我的大美人，天上掉下。为了衷心的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每期节目增加了摇一摇的环节。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您拿起手机对准屏幕摇一摇，您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墨宝，或由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坦阳功夫红茶礼品，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是位影视名家，叫王伯昭。王老师你好。邵老师你好。王老师好。这个其实呢，王伯昭老师呢好多年前就跟大家结缘了，因为当初呢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笔中情》，就是王伯昭老师主演的，后来呢又在《西游记》当中扮演了白龙马的形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大家好。嗯，王老师你好。但是呢，观众朋友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书法？我是81年。《笔中情》呢讲的是古代书法家赵旭之公子的这个故事。81年为了演电影，那时候要体验生活，所以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笔中情》，我们的书法老师呢叫李天马，和他的大弟子叫张森，张森曾经是上海书协的主席，辅导我们演员怎么样的进入角色，要体验生活，执笔用笔藏锋运锋偏锋正锋等等等等，从那时候开始就入了门了。后来以后呢，现在呢王伯昭老师的书法作品呢飞升海外，经常在全国巡展。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幅作品，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幅作品是上善若水，这个是个隶书作品。我们期待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王伯昭老师的作品，您就拿起手机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摇一摇，这幅作品就有可能邮递到您的家中。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大力支持，也感谢王伯昭老师给我们送上的墨宝，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西林。我是影视演员李光复。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把这个小鲜肉的感觉带给大家，让我们台上见。给我自己加油。 Yes， 让我们台上见。大家给我鼓劲吧，加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西剧。这个西剧呢虽然是小剧种，但是呢它的唱腔非常的优美，表演非常的细腻，深受常州啊江苏一带观众的喜爱，其实应该说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哎，西剧有好多的代表剧目，
像双推磨、珍珠塔、脍炙人口。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位优秀的歌手，叫周艳红，他将和西剧名家小王彬彬共同为大家带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唱段《双推磨》。有请。有请。毛起得好，本好。叫呀叫叔叔，起毛起得真真好。说说三五好，生活有味道。本是大家姑娘做起好，给你走走走。头开呀七八八，怎能讨个笑？讨个笑，总要讨七八八。也不也不啊唱我高说说呀累你辛苦到底了走一下是啥子呀都想啥啥家某的夫妻呀应当下啥啥某要下啥啥某下你你下某大家我好好某帮你你帮我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啊，今天其实你看，我们给大家唱这个戏剧《双推磨》哈，是我注意到每一个眼神，包括动作，我就觉得两个人表演的非常到位，非常的细腻。而且我刚才在下面，我跟宝乐大哥在议论，我们说这个小王彬彬啊，和他的爸爸老王彬彬长得真特别像，而且这个。而且唱起来那个感觉也是非常的对特别像我就特别要感谢一下王老师因为这个我就是跟王老师学的十年前王老师教的我当时还拿到一个全国的第一名就养金榜老养金榜我比较养金榜啊艳红她一个她在南方女孩感受得快第二个她非常勤奋没有啦谢谢谢谢希望在未来的舞台上两位多多合作王老师多教艳红几出啊是是他很聪明的然后我跟王老师还有继续传承就是把戏剧这个元素呢放到流行音乐里面去这个是我跟王老师学到的然后我就把流行音乐跟戏剧去柔和写了一首歌接下来会唱给大家听叫暖春
好的，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谢谢，谢谢。接下来上场的挂帅人是两位影视演员，一位叫徐光宇，一位呢叫朱文熙，共同为大家带来黄梅戏《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你我好比月亮。
感谢两位挂帅人，两位影视演员哈，一位小徐，一位小朱。小徐呢演过好多戏，像什么少帅呀、红高粱啊都有出演，在里边演的什么角色？红高粱是电视剧红高粱啊，演那个花脖子、土匪头子啊。花脖子，土匪头子，然后呢，少帅在里演谁呀？少帅演那个常荫槐啊。应该说你演了几十部影视剧了吧？差不多，差不多。唱黄梅戏是第几次啊？我不光唱黄梅戏，我唱戏上台是第一次。听这声音是中音的哈，家是东北的，长春的，长春那嘎的是吧？你咋选择了黄梅戏呢？咋不唱吉剧呢？我觉得黄梅戏比吉剧好唱，是吧？认为好唱哈，因为今天到场的有两位点评嘉宾都是黄梅戏名家，所以你就唱黄梅戏了。我再问问小朱哈，为什么选择跟他搭档来唱黄梅戏？因为我跟徐老师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黄梅戏是戏里边最好唱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你家是哪儿的？我家石家庄。河北的，一个东北的，一个河北的，来上台演唱黄梅戏。你也演了好多的影视剧了，是吗？对，比徐老师还差远了。你认为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你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什么戏？来不及说我爱你里面的那个慕容三姐，是跟李小冉、钟汉良一起合作的，我是女二号啊。这个今天呢，两位东北和河北人上台唱黄梅戏，听听两位安徽人。当点评嘉宾，咱们点评吧。我这是我见到的这个舞台上最稳重、最文静的冬泳。哦，这也是我在舞台上听到过的男女声音差距最大的差距大队长。哦，所以你觉得好唱，因为你唱第八度。你按正常调唱唱，恐怕就不大好唱了。你就是最难唱的京剧，我要哼着我也能唱下来，对吧？我跟你这上调门可把真唱不下来。对，我也感觉我刚才就是在哼。哎呀，所以不是在唱，所以都不大容易。总之啊，二位扮相都很好，一个非常憨厚，一个非常漂亮，就是这个声音对比度太大。但是两个人来学戏啊，能够来传播戏，我觉得这个热情是好的啊。这个黄梅戏虽然是说好唱，但是黄梅戏的特点是好学不好唱。学起来很容易，但是你真要唱的他到那个份儿上，就是很难的。所以，但是你们今天能把它唱下来，而且把那个动作调度都对了，这就很不容易。希望你们下一次再学得更好一点。谢谢两位黄梅戏名家的鼓舞和鼓励。但是呢，徐光宇说出了心里话，不在于唱得有多好，在于呢，影视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为传承戏曲和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有你们在这演唱，好多喜欢看你们戏的人就都来唱戏了。有可能啊，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带动吧，也让这种咱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发扬，啊！感谢两位挂帅人，谢谢，谢谢，谢谢。好，很长时间不登台了，心里又紧张又高兴。是什么样？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是六小龄童。大家好，我是朱琳。大家好，我是演员林达信。我是左大斌。我是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大家好，我是王刚。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看你的，看你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我反串演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的选段。在这里呢，祝观众朋友们开心听戏，认真学戏。梨园闯关当晚。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豫剧《朝阳宫》选段《双上山》。我们有请豫剧名家王红丽以及2010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刘大成一起为大家做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
咿呀嘿嘿那呀嘿嘿那呀咿呀嘿那嘿那嘿咿激动了不是、啊、分过了一家山，走过一道弯，这块地种的是什么庄稼，这块地种的是谷子，那块地种的是倭瓜。小眼泪小脚丫小脚丫
谢谢两位，非常的精彩。我们大家知道刘栅成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是以歌手的身份啊，你是在2010年的星光大道上获得了年度总冠军。对，大成呢是山东菏泽人，我们知道菏泽离河南是挨着很近的，对吧？很近的啊，我们从小就听的豫剧长大的。啊，反而不是唱吕剧对吧？啊，不是，鲁西南都是听豫剧的。啊，听说你也是就是身怀绝技呀，你除了会唱歌。还会口技，还会很多很多，对吗？今天是不是现场给我们大家秀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哇！啊，今天来到咱们那个梨园闯关啊，真的我就感觉的，唱戏比唱歌难多了。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财富，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继承下来。唱，特别是唱歌的，要从戏曲里面吸收经验。嗯，你说我今天也没带啥乐器，没，我就给大家模仿啊，二胡还是板胡，你想听？都行啊。都行，那就板胡吧。刚才唱的是豫剧嘛？唱的豫剧啊。对。队都省了哈，我相信你们在合作豫剧的时候，王林老师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吧。说实话，对我难度很大的。我刚才学的时候，王林老师一点一点的指导。王林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本宫唱豫剧的，您的这个最拿手的这个段子，这个唱段是。我最拿手的是那个铡刀下的红梅，这是我荣获2度梅花奖的剧目。还有风雨行宫，这出戏也是我的代表剧目，我已经演了3000多场了。那么说真的，朝阳沟我也是第一次唱。那个大成啊，我们在合作中间呀，大成非常谦虚，也非常的好学，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我觉得今天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样吧，两位合作的非常好，大家觉得也听得非常过瘾。这样不如这样，接下来大成呢，来唱一段好吗？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事情，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拙还是情啊。老百姓是树根，把大树长，我因为百姓善良好欺负，欺百姓贪图私利。
把百姓看，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怕冷雨和雪风，心中想着老百姓老百姓才与你同心同德同穿行，共担风雨把船撑。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由福安坦阳功夫红茶独家冠名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拜一下大媒人，没有大媒人介绍就没有我们幸福的家庭嘛。这个朱之文呢，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一个咱们叫草根明星啊。从小呢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对，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对，今天扮演的这个董永啊，真是惟妙惟肖，特别像。哎，一招一式啊，让人大家感觉到董永那个朴实啊、善良啊、孝敬父母啊，感谢为自己介绍大媒人，感谢的是那样的真诚。对，
在戏里边是感谢大媒人，在这个那个现实这那个之中呢，应该感谢咱们中央电视台，感谢咱们《梨园闯关》我挂帅所有的领导、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这是应该的。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同时呢，演员和观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对。只有观众热情的掌声，才有我们演员在台上精彩的奉献。对，这个董永扮得很像。嗯，听说你那个歌唱的就更好听，是不是有点增值服务啊？除了演唱戏以外，还应该再唱首歌吧？那当然是啊，那就给大家带来一首《父老乡亲》这首歌，谢谢。好，朱志文用《父老乡亲》这首歌给千家万户带去温馨的祝福。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骨子里长满故事，含笑中埋着乡音，一声声喊我入情谊，多少疼爱，多少开心。啊，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父老乡亲，小米饭把我养大，风雨中教我做人。临别时送我上路，临别时送我上路。多期待，几多情深。啊，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
接下来上场的两位挂帅人，一位呢是歌手周冰倩，一位呢是主持人周宇，共同为大家带来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有请。《红楼梦》当中的这个选段哈，这个周冰倩呢先天条件好，因为上海人，能反派你啊？你刚反派我搞了嘞。对，粤剧还是很难唱的。粤剧是嵊州话哈，浙江话，所以说有些区别。但是毕竟是乌侬软语啊，学起来比较简单。我们这个周宇是我们的同行，周宇是北京人，是吧？在北京长大的，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个浙江话。就是前天啊。前天。现学现卖哈，真不容易。拿音标和这个标上的国际音标和拼音一起标上的。那听听那个谁周冰倩给说，能听得懂他唱的准确不准确吗？其实不好意思，其实我也只会唱这首，而且因为这次的机会，我觉得特别兴奋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形象很适合唱那个小生，哎，对吧？因为声音也是比较中音的，然后脸方方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次总算有机会让我，能够扮上贾宝玉这个圆一个梦，对对，觉得特别的兴奋。我觉得扮相特别的真实啊，一扮上我就觉得他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感觉，这贾宝玉就应该长这样，是吧？而且声音条件特别像，好，而且我一直是喜欢冰倩姐她的歌声啊，可以说是看听着您的歌长大的，所以能跟您搭档为您。当立业，对对对对，高兴。他刚才说了，他爸妈也是我的歌迷。对呀，是。他确实也唱得很好，因为我就是他是就是等于是我听了他唱了以后，我还觉得他是浙江人呢。啊，真的。对。其实我没有压力，我只有两句嘛，又是做立业，所以我没有压力。两句也很重要。这个周宇其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净唱南方戏，唱过黄梅戏吧，唱过花鼓戏吧。因为我崇拜吴琼老师。哦，真的哈。对。你看，真会说话。他是黄梅戏的偶像。啊，是吗？嗯。那就听听吴琼老师点评吧。那个冰倩扮起来确实好看啊，确实那个样子啊，那个林黛玉也扮得特别好看，你们俩今天的扮相都特别的好，就是这个。表演和身段太花哨了，这属于歌舞版吧？对，这个咱们那个周宇这个小妹，这个林黛玉，太花哨了啊！林黛玉少点动作。对对，林黛玉嘛，林黛玉，你想想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是那个，怎么说呢？现在你这个动作水就很多。直到他扶你从梦枕清风，家里来哥哥亲戚非所虑。他是不动
不多言不多语的。下一次吴雄老师来唱这段了。哎呀，真棒的！我是什么都想捏回一下，就是他不动言不什么什么什么到人家说少说一句话的，少走一步路的那种人。对对，很文静的啊。对，你好吗？天上掉下个礼花，唱着红娘。舞蹈版，舞蹈版。不行，我第一次听你唱粤剧。但是那个冰倩她这个呢，就是动作不是很多，但是跟贾宝玉呢就稍微要接近就亲。他反而贾宝玉的动作都会多，老看着他嘛，是吧？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他就是那种很潇洒的那个样子啊。那个我这个动作一点都不会。对，好像没有老师。对，完全没有。一听录像之前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对，是他是以前唱过戏曲的是吧？对对对，稍微教了一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该这个手该怎么放脚。那我就觉得你今天不容易了，穿的这么高兴，对，在上面，我在这个有地毯的地方摔了个四脚朝天，刚才。啊，刚才真的。对，因为不会走这个，你看这鞋子。刚才我看你走的时候还蛮稳当的，我心里想，哟，这还不错，这还不错，所以就还是。身段动作基本上靠我们两个原则。对对，下一次实在保罗老师实在找不到那个指导老师，叫我的二把刀。导师无穷，既能导黄梅戏，又能导粤剧。我下次我二粤剧我就瞎弄的，但是我可以做一做吧。为了衷心的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每期节目增加了摇一摇的环节。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您拿起手机对准屏幕摇一摇，您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墨宝，或由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海洋公主红茶礼品，期待着您的参与。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呢，是一位影视名家，叫方小丽。她曾经在《吕梁英雄传》当中扮演女主角吴秀英，在《琅琊榜》当中扮演严皇后，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她曾经在《虹桥赠珠》当中扮演凌波仙子，在《扈家庄》当中扮演扈三娘。我们用掌声有请方小丽上场。哎呀，小丽跟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扮上了黄梅戏的装扮，要唱女驸马。我想问问小丽，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刚杀青一个戏，演了女神舞蹈家，而且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醉玲珑，我在戏中扮演殷贵妃。儿臣见过母妃。来，快坐下吧。怎么这个时候入宫来了？儿臣今日得空，特意来陪陪母妃。听说天武罪房的案子，你父皇交给你去办了。往日你极少管这些朝事，这里面的关节你得多用点心，若有不明白的地方便多向你舅舅请教。母妃说的是，儿臣定当牢记。演了这么多的角色，听说你这次接这个舞蹈家的时候还得益于恢复到这个戏曲当中的那些功夫，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精彩展现。如果没有我们梨园闯关我挂帅，我还真不敢接这个女神舞蹈家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跳过舞蹈。但是呢，方小丽从小呢学过晋剧，在这个学习戏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后来改了影视演员。那么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以后呢，我们请她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武功的时候，当时还着实下了番功夫。我小的时候在艺校学地方戏，晋剧，山西梆子，在河北艺校，应该离开这个舞台应该有将近30年了。我特别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又重新站在舞台上，把我小时候的梦想一次一次的实现。第一次完了唱京戏，昆曲《扈家庄》，浓缩版的《虹桥赠珠》，而且这一次又是黄梅戏《女驸马》。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难度小点的，但是跨了剧种了，黄梅戏。我现在对这个千锤百炼这个词啊，
有了很深的理解了。哎呀，太深的理解了。为什么呢？千锤百炼。千锤百炼。嗯，因为我这个就这一仅仅这么一小，就很短这么一段唱段里呢，那个导演给我发到我手机上，完我就在那学，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机会，我就每次在我拍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录音带到我化妆间，我还得问问征求那个化妆师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听听戏？人说可以可以，我怕因为不是一遍，反复听，不知道多少遍。后来化妆师都会了。化妆师说也要来挂帅，他们说也很喜欢，他们也很喜欢。完了我呢，收工以后每次卸妆的时候也不停地听，我真是千百遍吧，哎呀，不能说千百，千锤百炼，我说我是上一二百遍吧，至少一二百遍。完了我就现在练到就这样的程度，我自己当然对我自己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因为我一见到老师，老师你一唱字正腔圆，嗯，我那个吐字都不对。后来我发现这个戏曲啊，这个由戏曲这口传心授太重要了。哎，啊，那么我们就把导师请上来吧，导师林秘密出场，说一说你这位高徒。通过这次小丽老师跟我来学这个女驸马这一段，我是在小丽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嗯，她这种精神啊，非常的感染我。她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就是我们排练的时间可以说是我，就是指导唱段的，老师来说的话是时间最短的一个，因为小丽老师本来我们约好了时间，然后她的那边戏没有拍完，因为阴雨天嘛，戏没有拍完又往后推了，等于我们见面大概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一段，啊，从演唱到表演都要去学，属于速成。对，我就跟小丽老师说，我说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咱们也是票戏嘛，我们就尽量的简单一点儿。小丽老师说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们在舞台上怎么演我就得怎么学。啊，那个唱腔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已经都会了，但是呢他是听着录音去学的，他的咬字啊韵腔啊什么的就是还不是完全的规范。那么我就跟小丽老师说，我说有些地方咱们能过的咱就过了啊，那个就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去抠了。小丽老师说不行，那我们时间不够，这样您把那个录音给我那个拿手机给录着，小弯儿慢慢的一个一个给他转着，然后他拿回去听，一个一个去学。然后表演也是啊，嗯，我就说那个我们有水袖的东西啊，我说这咱们也简单一点儿，不用弄那么多，在台上到时候还要穿厚底儿，我说咱们尽量以表演为主。小丽说没关系，这个我会啊，我说那太好了。应该说城市化的表演呢，戏曲啊，在哪个剧种当中都用得上。对对对对，嗯，宝乐老师，我再说一句啊，嗯，就是其实我以前特别自卑。就因为梨园闯关我挂帅，我现在对我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真的。在这儿找回自信来了还。啊，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学戏曲的人他能吃苦，而且他向上，积极坚韧，真的不怕吃苦。掌声鼓励，我们也谢谢导师林秘密精心的辅导。究竟打多少分呢？做好准备，我们有请挂帅人方小丽为大家带来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一起欣赏。沙猫招啊，招婵娟呐，啊。
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月儿圆呐。手提衷心的感谢所有的挂帅人，接下来我们请上颁奖嘉宾，他们是福建省福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占雄，中共福安市委副书记陈桂玉，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施晓林，福建省福安市茶叶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寿国，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成法，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张金来、施胜杰、古文月、黄新德和小香玉上台为挂帅人颁发国粹文化传播使者的奖牌和坦阳功夫红茶礼品，感谢他们。华夏国粹唱中华，由福安坦阳功夫红茶独家冠名播出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下期节目一定会更精彩，大家不要忘了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再见。就是